500度近視啦，差唔多200度散光啦，十年嘅時間係大框咯。一直都有聽過呢成舊嘅矯視技術嘅，比較咗之後，其實Smile 係安全啲啦，即係微創啦，即係好細嘅傷口就已經可以做到個矯視，所以我自己就揀咗做 Smile。我第一次嚟嘅時候咧，都會做好多唔同類型嘅檢查啦，佢亦都分得好仔細，俾我感覺係有好多好專業嘅器材啦，有多好貼心嘅服務，好 VIP 嘅感覺。醫生話我，其實我對眼未必合適做喎，咁樣。如果唔係一個比較理想弧度咧，做矯視有個風險啦，咁樣。我再試下停眶，卒之我停咗一個月之後咧，醫生同我講，你可以做矯視啦。呢個係我人生裏面第一次知道有一做手術係好開心嘅。對自己咁重要嘅嘢，我一定會揀一個比較專業嚴謹嘅一個地方去做。其實你睇嘢好清，其實唔係必然。做完個矯視之後咧，係對我人生裏面有多好細微嘅影響。我睇巴士，我離遠已經知道係邊間，需要再依賴眼鏡啊去 con 嘅時候，其實自己會好開心。而呢種開心係一般人有陣時未必去理解得到。矯視最緊要清晰。